经本，科注卷下十四名。非但汝独护世人故，亦有十凡眷属、诸天眷属永护世人。这个经文是接着前面监牢地神护持供养转读，依照本经的理论方法修行的人，师尊在此地又告诉我们，不仅仅是地神护法啊，护持你，设凡是使第十天王，中国人讲的玉皇大帝，外国宗教里面讲的上帝、天主，凡是大梵天王。这些天王与这些天神的眷属的是属于天神，没有一个不拥护这个人。那么这个人是什么样的人？在前面的一面第四十二面，若未来世中有善男子、善女人供养菩萨及转读世经，但以地藏本愿经一事修行者，就是这种人。经文里面未来世就是指我们现在啊，释迦牟尼佛当年讲经说的未来世，说的末法，就是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这个关键善，善男子、善女人。这个善是有标准的啊，什么样的人才能成善呢？最简单的标准，观经上讲的三福啊，世尊在总结里面告诉我们，三世诸佛敬业正因。第一福里面给我们讲了四句：孝养父母，奉事师长，慈心不杀，修十善业。这四句话通通做到了，才是善男子、善女人。那么这是这个善子最低的水平。如果这四句做不到，不能称为善男子、善女人啊，这是我们必须要记住、要明白的。为什么我们读经依照经典的方法去修行，所得的结果不是经上所说的啊？原因在哪里呢？都在这一个字上啊。经上讲得很清楚，善男子、善女人啊，那不是善男子、善女人依照这个方法修行，果报就要差很多啊。
没有这么殊胜的。这个是一定要懂得的。昨天晚上我们在华严经读到的33天王代表初地菩萨欢喜地，33天王就是道立天主，它代表什么意思？五戒十善。换一句话说，还是净业三福里面的第一福，孝亲尊师，以大慈悲心修十善业道。这是欢喜地。如果我们不能够依教奉行，我们连最低的善男子善女人的标准都达不到。一生学佛只能够说是跟佛结一个善缘而已，能不能成就呢？不能成就。最殊胜的成就也不过是来生的人天福报，没有办法了生死出轮回呀。这个道理一定要懂啊！就经上一切经论呢，都讲这个善字，我们一定要认真学习，要达到经典这个善的标准。这个里面讲的古报太殊胜了。那么这样的标准能不能获得这样殊胜的古报呢？不能。为什么呢？你这个善呢是刚刚达到标准，这初级的善，小善。地藏菩萨本愿经是大乘经，它不是小乘经，所以这个善的标准呢还要向上提升。三福里面第二福，受持三规，具足众戒，不犯威仪。这比前面高多了，这是二乘善，阿罗汉跟辟支佛的善。他们修行能不能得这个果报呢？还是不能，还差一截。再向上提升的大乘善，还要加上发菩提心，深信因果，读诵大乘劝进行者，那就是此地这个善的标准。你以这样的善心善行供养地藏菩萨，专读地藏菩萨本愿经，依照这个经典的理论方法专修专弘，这个一世修行呢专修专弘，你才能得到监牢地神的拥护啊，你才能得到啊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王天神拥护。他凭什么拥护你？因为你是菩萨。所以那个善男子善女人不是别人，菩萨了，他怎么会不拥护？这个善福你做到第一条，你只是世间善人，欲界里面
一些善神会保佑你。啊，你这一个地方，土地神会保佑你。金牢地神是全世界的总地神的，用不着他来啊，他派几个小土地来就够了。如果你的善达到二乘善，啊，声闻缘觉，你已经不是凡夫了，在小乘上你已经入了圣流了。你就能够感得天神来拥护你了，啊，这些天王尊敬你，天神拥护你，啊，你是菩萨，天王也尊敬你，也拥护你。前面这个监牢地神说过，这个是注解里面呢，《光明经》上所说的，就是注解第四十三面，啊，四十三面注解最后一行，最后一句看起，啊，监牢白佛也，这监牢地神呢，是全世界的总地神呢。不是普通电视地神呐，说法比丘，做法做事，我常昼夜为何不利？隐蔽其心，在佛座下顶戴其足。所以不是这个，不是小善呢能够感得的。监牢地神的地位比阎罗天子还高，啊，阎罗天子是统治一国，啊，是一个国家了，啊，监牢地神是统治这个世界，我们这个世界还没有这个，全世界统一了，那个国王才是监牢地神。监牢地神在你座位底下，头顶着你的足，你有多大的福报？所以那个善男子、善女人，那是大善呢，不是小善呢。小善感的一个小土地公在你足下头顶戴你，你已经很了不起了。啊，那个小土地公只是乡长啊、村长啊。啊，所以经上讲的字字句句都要了解他的意思，才不至于产生误会。啊，那么由此可知。你不发大心怎么行呢？菩萨跟凡夫不一样的心量大了。诸位参加许多佛事法会，念书文一开头都念到心包太虚量周煞界，这两句话是什么意思？就是发菩提心，菩提心一发，那个心量啊，就是虚空法界。心量很小的人，菩提心没发，你那个心是迷啊，菩提是觉悟啊。这心呢是净虚空变法界，量周煞界，量大佛大了，
感动的诸天天王天神来拥护你，感动的监牢地神啊，一头顶戴你的足啊，对你这么恭敬接里面这一段呢很重要，我们把它念一遍。初句为不但如地神独厚，这是释迦牟尼佛的口气，如是指监牢地神，说这一个供养读经依教修行的人，不但是你地神，你来护持他了，你发愿护持啊。如果如上修为啊，这个若是假设的话，果然你能够像经上所讲的，你依教修行，现在的话说你落实了，你都能把它做到了，那个护持的人就多了，亦有设凡诸天眷属借来拥护。下面青莲大师引经据典来证明这句话，如四天王白佛言啊，这是欲界四大天王，世人若得闻是经典，能得未来现在种种无量功德，我当隐蔽不现其身，唯听法故，当知所指讲法之处。这是说明四大天王，比丘深作讲经啊，四大天王率领八部鬼神来听经闻法，他们护持道场啊，这个里面最重要的是我们自己要想一想，我们凭什么能够感动这些天神、这些护法神奇？凭自己的德行啊！啊，什么德呢？自信的心德。信德流露出来的，这是德行。你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啊，都与佛经论上所说的相应。佛经论所说，都是如来从自信里面流露出来的。与经典相应，就是与自信心德相应，所以才能感动天地鬼神。道理在此地啊，
底下有说，大梵天王，色界天王，初禅天呐，摄体还阴，逃离天主，大变天神，功德尊天，善知鬼神大将军等，二十八部鬼神大将，摩西受罗，摩尼巴陀鬼神大将，鬼之母即五百鬼子，下面无量百千万亿莫由他鬼神诸天，如是等众，为听法故，悉自隐蔽，不现其身，至世人所知讲法之处。我们今天自己修学达不到这个水平呢，上善的水平达不到，中善的水平也未必达到，最低限度要做到下善的水平。孝亲尊师，慈悲修善，这是最低的水平。我们过去讲的很多，这些录音磁带诸位可以做参考。这里面有一个总原则，就是要用真心，真诚心，不欺骗自己，不欺骗别人，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才能达到善的标准，你才是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幕后他有举金光明、方等圆净，这一句里面含的经论很多。原是原教的经典，天龙归神，永护若死，宽经开心最上之典，这一句话古德承认的，地藏菩萨本愿经啊，是最上的经典的，开显两个字跟无量寿经上所说的开化显示真实之际一个意思，这一部地藏菩萨本愿经也是开化显示真实之际，其设凡天等永护之力，悉是根源在，何必还多说呢？一定感得色界天、欲界天的天王天神来永护。
发心学教的人，无论在家出家，弘法利生的人，对于这个事实真相不能不知。你明白了解了这一桩事情，要全心全力认真去做，你要是不认真，草草率率地做这个工作，不但对不起人，得罪这些鬼神，这个一定要晓得。下面这段经文意思就更好了，何故得如是圣贤拥护呢？释迦牟尼佛先提出一个问题，提醒大家注意，什么原因，什么缘故，你得到这些圣贤拥护？佛说圣贤这两个字，就说明这些天王天神，包括监牢地神，他们不是凡夫啊，他们是佛菩萨应化在世间，在六道里面，得他们的拥护，就是得诸佛菩萨的拥护。你为什么能得到？下面是借由展离地藏形象及转读是本愿经，是不是每天供一尊地藏菩萨像，天天给他磕头作揖呢？每一天把地藏菩萨本愿经从头到尾念个几遍呢？这样你就能得到这么多大的利益吗？记住前面一句话了，专修专好，依教修行，这才行啊。展理里面不仅仅是形式，进行四起学地藏菩萨，见到地藏菩萨的形象，我要学地藏菩萨，我要效法地藏菩萨，以地藏菩萨作为我自己学佛的一个模式，那个榜样，我要学得跟他一模一样，这叫展理啊。转读关键在转，我们今天会读不会转，转是什么呢？转我们自己的境界，没有读经之前，我们很多想法、看法、说法、做法，全都错了啊！现在展开这一部经，读了之后，恍然大悟，
明白了，把一切错误转过来，跟佛菩萨一样，这叫转啊。转这个字，简单来讲，转变了。平常我们常讲转凡成圣，读这个经你要会转呢。那这个功德就大了，你这个一转，非同小可啊，你不是小圣，不是阿罗汉，不是辟支佛，不是普通的菩萨，地藏菩萨那还得了吗？所以经要常读，天天读，天天转，你不读你怎么个转法？所以经业三福里面读诵大乘这一句话重要啊，天天要读啊，要读得很熟啊，这起心动念呢，你才能转得过来。这个道理在此地，读经境界转不过来，别读了。所以这个经典展开有会读有不会读，不会读的都给佛菩萨听，与自己不相干的，会读的人是都给自己听，与别人不相干，决定转变自己的境界。你看《坛经》里面，法达禅师念《法华经》念三千遍，你看，悟了以后啊，他很感慨的跟六祖大师说，他说过去虽然天天读《法华经》读了三千遍，是被《法华》转了，今天开悟了才转《法华》了。这叫做转读啊！法达给我们做了一个明显的好榜样。什么时候你能转经而不被经所转？被经所转，死在句下，你读死书，你不开悟啊！你能够转经了，你在这个经里面开悟了，悟了之后，字字句句都是活的，字字句句都含无量意。你为众生解释，长说短说，深说浅说，无不自在啊。所以读经是不是修行呢？是修行，会读的人是修行，
不会读的人不是修行。啊，古德教我们随文入观，那是修行啊，随着佛所说的，我们观念呢就相应，就其如了。这是真修，圆修圆证。谁做到了？华严经上善财童子你看善财童子闻法每参访一位善知识，他的地位提高一层，参访德云比丘初度菩萨了，参访海云比丘他二度菩萨了，参访妙度比丘他三度菩萨了，不断在提升呢，到最后参访普贤菩萨，普贤菩萨十大愿王导归极乐，他成佛了，他证的是究竟圆满的佛果。他为什么能呢？随文入观，随着善知识的开导，他就其如境界。我们今天修学修了几十年还是个凡夫，丝毫没有转动啊，苦在这里啊，念念还是随顺烦恼，这怎么行呢？即使我们能够转烦恼成菩提，能随顺菩提，不再随顺烦恼了，你就成就了，你就成佛了。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情，转了，看你会不会转了。果然能够转读这一部经，下面说的他的果报，自然毕竟出离苦海证涅槃路，这是说他的果。出离苦海，他上面加了一个毕竟，如果不加毕竟，出离苦海这六大轮回，加上毕竟那就不止六大轮回了，包括十法界，那么毕竟出离苦海超越十法界，大涅槃了，这是什么果位呢？最低限度是圆教初住菩萨，别教初地菩萨，这是讲到最低的。而实际的呢？实际不是。我不是这个地位，
超越实地啊，才叫毕竟出离苦海。也就是说，无明破净了，跟圆教如来古地上的大涅槃路，一世之故的大永护啊，是这么一个道理，这么一个原因的，所以得这些诸佛如来护念啊，天王天神永护。那么我们要问，我们能不能做到呢？当然能。如果不能，这些话佛就不会跟我们讲。佛所说的我们做不到，这不叫开玩笑啊！啊，佛来吊口味，那佛就有过失了。佛所说的都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问题呀，你肯不肯做？如果你肯做，哪有做不到的？转变就在一念之间呢。啊，圆顿大教之中，只要把自私自利的念头舍掉，你就能做到。只要你起心动念为一切众生，这个一切不是这一个地区，不止这一个国家，也不止这一个世界，也不是这个三千大千世界，尽虚空遍法界一切众生，你才真正做到心包太虚量周煞界。你的境界就转过来啊，就如诸佛如来的境界，你就得诸佛如来的护念加持，智慧就开了，烦恼就断了。啊，烦恼怎么断的呢？你要晓得烦恼的根是什么。啊，根就是物质啊，自私自利啊，这是烦恼的根啊。你今天自私的念头没有了，念念为众生，念念为佛法，念念为虚空法界，你的烦恼根本就没有了，哪里要断呢？不断自然就没有了，烦恼没有了，自信般若智慧就现前了。你们天天求智慧，不肯发心为一切众生，智慧从哪来啊？怎么会现前呢？念都是自私的，这是大障碍。不但设法界你不能超越，六道都不能超越，不但六道不能超越，欲界都不能超越。啊，你
是你生活的这个区空间多小啊，你活得多辛苦，你活得多可怜啊，什么原因呢？坚固的物质啊，分别执着，我们生生世世无量劫来受这个害啊，吃这个亏也，自己一定要晓得，一定要明白，放下分别执着，放下自私自利，你前途一片光明啊！大自在、大福德就现前了。我们也曾在经典里面听佛这个说法，这部经好啊，一开端。佛放光明云，世尊为我们说出十种光明云，那是自信的流露啊！这里面有大福德、大吉祥。圆满了，只要一念，那个私心呢，舍掉，你就全都得到了。诸佛菩萨得到，他没有私心，他没有私欲。我们凡夫得不到，就被私欲障碍住了。佛经里面常讲二障三障，二障是烦恼障所致障，烦恼障就是欲望啊，自私自利啊，所知障啊，就是成见的，自己的想法、自己的看法所知障。这两种障碍障住你的信德不能向前，你说多可惜！注解里面。有几句话很重要，我们把它念一念。第四十五面倒数第三行，从第四个字看起，这是讲的毕竟出离苦海。苦海是什么意思？今之业海，苦有万端。此地说的苦海就是业海，业海就大了，你造业，你造善业有善报，造恶业有恶报，善报恶报都不自在。如果就六道里面来说，这大家常常听说的地狱魔鬼畜生三恶道，天人修罗三善道，六道是业海啊。如果再扩大呢，四圣法界
善业，六道里面都是我业。还是业海啊，十法界是大的业海，六道是大海当中一个小的最苦的地方啊。出离业海，出离十法界，所以这个注解底下说了，既有离毒转离转毒，出离无难啊，你每天展离地藏菩萨像，仰慕地藏菩萨，尊重地藏菩萨，效法地藏菩萨，学习地藏菩萨，又能读经依教奉行，你脱离业海就不难。自然，自然毕竟说自然呢，则不加勉强；说毕竟呢，则到底不虚啊。这些字都非常重要啊。所以修行。一定要修清净心，修平等觉啊，你就一切自然，无念无求啊，愿生西方净土，这是愿的，没有求啊，念是真心，求是妄心。这个里面的差别要懂得，念是随缘，求是攀缘。那么我举个例子来说，大家容易理解。我们西丘有一个好的念佛堂，这个西丘是愿的，什么时候我西丘的呢？你们看看我笔记本里面写的，1961年，我就在求 啊，这个是求愿的啊，我没有去攀缘呢，没有到处跟人讲赶快来化缘来见呢，没有啊，30多年来随其自然，到这边来了，说他们就真干起来了，这叫随缘呐！李牧原居士这边同学他们真干，当真来搞，我们不过打个妄想而已呀！打了30多年妄想啊，并没有希求哦，我这一生当中真正会去见这个道场，没这念头，念头都没有。那么他们呢？先听了我这个说法就很认真去做好事情啊，我就顺水推舟啊，从这个地方各位体会愿跟求不一样啊，随顺自然之
没有丝毫勉强啊，你就自在啊。如果天天求，希望赶快能成功，那人不累死了，苦死了啊！你这个负担都重了，有愿无求是一丝毫负担都没有啊！众生有福，诸佛善神拥护，哎，它自然就出现了。众生没有福报，我们怎么勉强也搞不成功。佛事门中有求必应，那个求是愿啊，愿是随缘的，不是世间人那种求，那个求是攀缘的。攀缘纵然成就了，麻烦很多。不是自然成的，它是很勉强成就的啊，后面的后果一定不如意不理想，这个我们从自古至今呢，许许多多大德他们视线度化众生的行仪之中可以看到啊，没有勉强的啊。我在一生当中从来没有有个念头啊去建个道场，没有。为什么呢？自己的福很薄，一生当中从来没有开口向人画过缘的，这是我的天性。问人家伸手讨钱呢，总觉得很难为情。为我自己我都不肯做，我还为别人做啊？哪有这个道理？所以只有在讲台上有的时候说说而已，哎，我说的人无心啊，听的人有意，他们真干了，那真干好吗？你们去干吧，啊，我也不反对也不阻止嘛，啊，所以台北这个景美的华藏图书馆是这么成就的，啊，那个图书馆的成就很多人不晓得，是听众一发脾气发出来的啊！只有一年在人王法会，那时候华藏法师会啊，韩馆长带头啊，那时候还有道安老法师啊，我们租借台北的中国佛教会的道场，借这个道场啊来讲《人王经》20天啊。佛教会里面这些法师大德们给我们为难啊，想尽种种方法阻止我们这个讲经的圆满啊，因为这个讲经是嘱咐国家啊，我们要坚持一定要讲圆满啊，这个闹得很不愉快啊，但是总算勉强把经讲完了。讲完之后佛教会就说了，他的道场永远不租借任何人讲经啊。我们听众听到这个事情才一发脾气
你不接，我们自己搞个道场，在大家凑钱买这个精美图书馆。我没有叫他买啊，他们大家自己发心的。所以精美图书馆是听众发脾气发出来的啊，也不错，提供我们在那边讲了20多年去啊，奠定了我们弘法的基础啊，这是自然随缘而成就的啊。那么台湾第二个道场佛陀教育基金会，不是我找他，他来找我的啊，那是简凤文居士的财产啊，他建这个大楼发心要送一层给我做讲堂，我跟他也不认识啊，平常没有往来，突然来了要送一层楼给我，那层楼不少钱呢。他这个说呢，我就很怀疑啊，姑妄听之啊，你送也好不送也好，根本就不理会，他知道我对他没有信心啊。过了2个星期他写了一个纸，写了一个文字来啊，表示他诚心诚意来供养这个道场。那个文字在法律上没效果的，那算是表达他的诚意了，啊，我们也欢喜接受了，好了，赞叹几句了，算了，去吧。啊，以后我到美国学弘法，啊，那么在美国拿永久居留，啊，所以在美国好像住了10个月。那一次在美国住的时间最长，回来之后啊，他这个大楼盖好了，他到机场去接我，把那个所有权状交给我，那这是真的，不是假的了，这才算是真的。我就问他，我说你这个捐献出来以后还要不要拿回去？他说不要，决定不拿回去。我说好，不拿回去我就给你做一个处分啊，我们在法院公证，我不要你地方啊，就成立佛陀教育基金会啊，这是基金会的财产，基金会哪一天解散被办了，这个财产属于国家的，不属于任何一个人，他同意了，我们就这样办。啊，你送给我，我不要啊！啊，你看这个道场自然成就的，我没有向他要求啊。我们在美国巴瓦斯这个道场，那个地方呢？我不喜欢，馆长也不喜欢，偏偏在那里建立，佛菩萨建立的呀，啊，大家送钱来，道场建好了也就没钱来了，啊，没有向外化缘，没有问人要钱，自自然然成就啊，所以我们这一生活得很自在，活得很幸福，没有丝毫压力啊，我们绝不找自己的麻烦啊，绝不让自己生活在痛苦之中。求人很苦啊，看人脸色不好看呐、啊。啊，那么在外国银行借贷，你说那个负担多重？
我不行的，我要有债务的话晚上睡不着觉、啊、有一些人本事很大了，一身债他晚上还好睡，我很佩服了、啊、所以我决定不能做负债的事情，决定不能做求人的事情。我们生活再辛苦，身心安稳，自在快乐，啊，没有一丝毫的负担。这样啊，你才能自然出离苦海。啊，修行亦复如是。啊，念佛老实念就行。发愿求生西方极乐世界，不要着急啊！不要天天盼望，怎么阿弥陀佛还没来啊？我还没见到啊！你要有这个心呢，这是有求攀缘的心，恐怕西方极乐世界去不了了。为什么呢？你念佛的时候夹杂，夹杂着妄想。所以只要一句佛号念到底，愿生西方，哪一天去都好，佛什么时候来都好，不可以攀缘，随缘好啊。还没有去，这个身体还留在世间，尽心尽力给一切大众啊介绍这个法门，推荐这个法门，把这个法门的好处、功德、利益向大家讲解明白，那就很好嘛。这个样子，安心等待阿弥陀佛来接引，一点都不着急，这个好啊！注解底下我们再看，是故行者应当至心，若至心者，速求彼获，出口等路。这几句话说得好啊，行者就是依教修行的人啊，你应该怎么修法呢？你要用真心啊，至心就是真心啊，你应当用真心来修，夹杂着妄想就不是真心，不可以夹杂妄想，只要是真心修学，一定有感应，速求必获，这个求是愿，你的那个愿一定会满，出苦等路，不但超越六道，还要超越十法界，往生不退成佛，生到西方极乐世界，借作阿惟越智菩萨，这种殊胜的功德利益，真正是稀有啊。然后这几句是此正教天正教主天公付诸之心，这个教主就是本师释迦牟尼佛，天公这一部经是在忉利天公讲的啊，将世尊灭度之后度化众生的这个事业付诸给地藏菩萨，
藏有图化人之念起在专心啊，因果不爽啊，如毛发者。这是一个附托的人，一个是接受附托的人。地藏菩萨接受释迦牟尼佛的附托啊。他非常慈悲。发愿做幽冥教主。幽冥，大家常常看到这两个字就想到是恶鬼地狱啊。其实这两个字意思很广啊。幽冥说无明啊，无明没破啊，都在幽冥之中啊。从这个意思来看，十法界都是幽冥。十法界里面的佛菩萨没有破无明，没有见法身，所以这个幽冥两个字的范围很广啊。地藏菩萨要在十法界担负起世尊度化众生的使命啊，一世之故得大永护，这两句总结，因为这个缘故，所以你得到诸天天王天神的永护。这一品到此地啊讲完了啊，下面这一品呢，见王立业这个在流通分里面是见闻立业流通啊，注解四十六面啊，第一行有一个简单的介绍啊，介绍这一段为见地藏相，闻地藏名，无不获大利。略同观音，闻名见身心念者，皆能灭苦啊。这个里头的意思很深。见到菩萨的形象，听到菩萨的名号，是不是真的能灭苦呢？真的，但是不是现在。啊，是将来。现在种的是因，所谓是业力而根，永为道种啊。立言见相，那是业力言根，永为道种啊。所以这个立业了，不可思议啊。那么这个立业什么时候得到呢？要看你什么时候啊，你的心性与菩萨相应，这个利益了就能显现。虽然是见相闻名，可是你的心、你的行为跟菩萨不相应，这个利益了
现在不能现前，道理在此地。这个下面就说了，见深之理，即深业界。见到菩萨身了，你就会离境了。那么这个是深业，文明你也会称念，你会念一句南无地藏王菩萨，这口业。你能够身礼拜口称名，这是意义。即感即成，名应自应。那么下面是举比喻来说的，这感应道教啊，有名应。有显应，在通常我们讲功德利益不能现前，那是明应；功德利益现前呢，那是显应。显应是你离境称名，你的心行呢与菩萨相应，换句话说，与经典里面所说的理论方法境界相应，那么这个感应很明显啊，就显应。如果我们虽然也离境也称名也度经，但是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行为跟经上讲的不相应，经上讲的我们通通没做到，那么佛菩萨这个感应是明应，不显著啊。也就是说你现前呢还一样受苦，还一样遭难，甚至于还一样要堕落啊，依旧高六道轮回啊。你不能说没有感应，感应是明应，那个感应力量很薄啊，确定有感应啊，这个波度不强啊，很弱 啊。那么你烦恼习气这个波度很强啊，所以显示不出啊佛菩萨保佑的价值。如果你真的能够依教奉行了，你能做到了，那么你这个感的力量很强啊，佛菩萨应的呢那个力量也强啊，现在就能转业啊，那就非常明显了。这个道理我们要懂得，对我们修学就有很大的帮助啊。见闻利益品第十二啊，这一段大屿山圣业法师把这一篇经称为僧宝。他将本经末后归结在三宝，这个是古大德没有讲过的。圣严法师第一次在九华山讲这部经，末后借归到三宝讲得非常之好。
他很赞叹的。只归到三宝，那才是真实的利益。那么这部经前后照应的好，经文一开端，佛放大光明云，这个经将结束的时候，你看看在此地又放大毫光下，我们读过许多大乘经典啊，而看到佛在经上讲的放光多半只一次了，啊，讲到两次三次很多次的这种经不多。那么佛在这一会上前后都放光啊，啊，请看经文。二十世尊从顶门上放各千万亿大毫相光，是世尊讲完依教修行的这个人得到坚固地上欲界天色界天的天王天神的拥护，并且把他们拥护这个人的理由宣说出来了。说完之后，释迦牟尼佛从顶门放光，这个注解里头也说得好，我们把注解念一念。自尔时至告诸大众，借经家所需之文，经家是集结经藏的人，他们叙述这段事，这不是释迦牟尼佛所说的，这是记录当时的状况。恰于地神护法品后啊放光者，为正前其后啊，令诸众生独相无心，个个自知一段不思议本有之常光也。这是说明世尊放光的用意。正前其后，前面在忉利天宫集会品续品里面，佛放大光明云，前后呼应的，这个地方的用意，大家听经呢，差不多听得叫接近圆满了，让大众
见到这个瑞相，能开悟啊！悟的什么呢？世尊所说，自始至终都是讲我们的自信，正是所谓心外无法，法外无心啊。可是本经里面所说的都是讲的六道三途里面的状况。六道三途从哪里来的？自信变现出来的，没有离开自信的。一点要细心去体会。顶门是头顶，从头顶放光，说明这个不是常光，放光现锐。放光这个注解里面也有说明，表一切种子啊，这个与世尊呢在楞严会上放光现锐的意思相同。注解里面教导我们我们体会这个瑞相的意思，如此地藏妙相加冕，展理称念而尽于即空，让我们悟如这个意思。四大菩萨是代表修学的层次啊，从哪里学起呢？从地藏学起。如果用现代的话来讲，地藏就是代表心理建设，如果不是一个好心，不是个善心，那就无从修学了。那个地是心地，藏是宝藏，宝藏是比喻智慧的能。我们真心里面含藏着有无量的智慧的能，那叫地藏。你要能体会的，要把自信的智慧的能开发出来，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呢？孝敬。所以这个经呢是佛门的孝经的，孝敬如何落实呢？我们在最近讲经常常提起，要把一切有情众生看作自己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你要把孝敬
落实到这个地方。所有一切众生就是自己的父母，就是未来的祝福啊！说自己父母你懂得尽孝，未来祝福你就能尊师啊！这是孝敬的落实啊！我曾经说过很多遍的，把它当作还是各一层就是自己的过去父母未来祝福，不能把它当作什么原谅啊，真是。所以我勉励念佛堂的这些护法啊，念佛堂所有这些护法的人，把每一个念佛的人看作自己父母，看作诸佛如来。你用这种心情来服务弥陀村，来照顾念佛堂，你才感动的一切诸佛护念，经上所讲的啊，诸天的天王天神都来拥护啊。什么道理呢？真诚心感应。所以这跟一般退休养老院不一样啊！你今天在这个社会上，你的儿女未必能孝顺你，未必能尊敬你，参加新加坡居士林的弥陀村念佛堂，每一个人把你看作父母，把你看作如来，他这个道场为什么会这么兴旺？你们在这个念几天佛，你会感受到这个地方的气氛跟其他所有道场不一样，人心不一样啊，他们看待你们那个心情不相同啊，这是其他道场没有。这个道场人为什么能做到呢？天天听经，天天闻法了，我们天天讲解，天天劝告啊，渐渐他们觉悟了，明白了，那个念头转过来了，我们以孝顺心，以恭敬心来对待一切众生，不仅仅是念佛堂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我们都以孝顺心、恭敬心来对待。心转变了，思想转变了，见解转变了，这就是转凡成圣。所以那建个道场不难啊，现在大家都有这个财力，难在到哪里去找这么多孝子贤孙呢？你到哪里去找啊？孝子贤孙是谁呢？诸佛如来、化身大士，他们才是真正的孝子贤孙，这个不容易找到啊。由这些人护念，由这些人拥护，这个拥护就是护法了。
这个道场才殊胜，这个道场才能成就人一生当中往生不退呀，做佛了啊！所以这个道场西游啊，就在此地；南逢也在此地。啊，无道场没有人来做详细的说明。深入的讲解不行的，不能相应。这个工作就要靠你们这些出家发心学教的同学们，你们要发心担负起这个使命，对一些大众怎样与经教相应，怎样与诸佛如来相应，要靠你们认真努力的讲解劝化了。请看底下这一段经文，所谓大不好相广，不好相广，大不好相广，瑞好相广，大瑞好相广，玉好相广，大玉好相广，自好相广，大自好相广，清好相广，大清好相广，彼好相广，大彼好相广，红好相广，大红好相广，绿好相光，大绿好相光，金好相光，大金好相光，庆云好相光，大庆云好相光，千轮相好光，大千轮好光，宝轮好光，大宝轮好光，日轮好光，大日轮好光，月轮好光，大月轮好光，宫殿好光，大宫殿好光，海云好光，大海云好光，一共是16句，32种好光。这一段注解里面说得很详细。毫光顶门上放出来啊，毫是指什么呢？不是毫，啊，佛的顶门呢，每一中间有两根的毫。好，32相之一啊，我们常常念赞佛偈：“不好婉转无虚名。”啊，佛的报身很大啊，他的两根不好是盘旋在一起。在这个门间呢，好像一个珠子一样，其实它不是珠子，两根不好盘转在一起啊。佛常常啊，这不好放光。注解里面讲：“毫相是一，即用之体，光色不同啊，是即体之用。”啊，这说明了16句。是一桩事情啊，
解释多，多解释一。华严经上离世无碍，世世无碍的法界，32句，这个注解里面它也是分32句来讲的。32就是一，毫相光，多即是一。毫光里面有种种颜色，各不相同啊。这一即是多。说一是讲体，说多是属于作用。体虽然是一，作用不同啊。那么他在此地，这是青莲法师注解的，他引用《法华文句》，用五色了来比喻五道。青色譬如地狱因果，黄色比喻魔鬼因果，赤色表畜生因果，白色呢表人天因果。这里面分大色小色，那么小色相呢，这是比喻二尘；大的色相呢，这是比喻菩萨。后头还有说短的色相呢，譬如别教菩萨；长的色相呢，譬如佛的因果。这个佛的因果就是圆教的菩萨。注文开合随意那么这个经文的讲解可以意会，没有一定的说法就像《华严经》里面表法的意思完全相同。仁者见仁，智者见智。随着你自己的见地，你看得深，你解的就深；你看得广，你说的就广。可是深广啊还要契机因为在讲台上讲经说法不是自受用，是为了利他的一定要观察听众的根基，他能接受多少你就讲多少如果只随自己的境界去讲，听众未必能接受他不能接受，这就是说法不契机契机契理这才是如来说菩萨说我们应当要学习的佛在大经上告诉我们切理不切机
种现象，佛讲得好，显化显言语啊，切离不切机，不能说你错，但是听众听得不懂，不能领会，一点好处都得不到。闲言语要说得不好听，你说废话。如果切机不切理，佛说那是魔说。啊，佛菩萨说法可贵之处，切机切理。啊，切理与性德相应，契机呀，适合听众的程度。这是我们必须要注意到的。啊，那么天台家表达这个意思，啊，幕后有两句说得很好：此有法华。九界同归，三乘贤慧。这两句话说得好。啊，九界是指九法界。啊，三乘，是讲菩萨声闻缘觉。啊，那么也有人讲的五乘。五尘再加上人天，那么像净土里面所说的五尘其如暴土啊，非常不可思议的境界。那么下面这是第一个白毫相光，一是白色，白色是本色。那么这个说法随顺众生说，众生都认为白色是本色，佛是恒顺众生随喜功德，啊，也说白色是本色，啊，为什么呢？只有白的，它可以能接受所有的颜色，啊，一张白纸，你要去画画，你会画得很舒服啊，喜欢画什么就画什么。如果是彩色的纸给你画画，你就觉得很困难了。啊，红色的纸不能接受红色，啊，一定要跟它不同的颜色才能显示出来。啊，蓝色的纸不能接受蓝色，唯有白色的纸可以接受任何这个色彩。所以用它来表本色。那么佛不好在两道眉的中间，此地它有表法的意思，在这个注解里面第六行，注解的第六行，大论云，大论是指大智度论，大智度论里头有这么说法，不好眉间事，不光欲流利，
句设摆好的位置，在两个眉的当中，它放光的时候超过琉璃，下面呢这个意思就很重要了。在因行布施时，设可前人意，其自在业因缘。这个几句话非常重要。如来相好里面，不是好像是怎么修来的？修布施，布施什么呢？很适合受布施人的意思。换句话说，你的布施正是他的需要。这种因行呢，能感得得好的果报。其自在业因缘，这句话说得好啊。佛得大自在，我们今天为什么得不到自在？我们也学布施，结果布施怎么样？未见得如人之意，或者是你修布施，你发心很勉强，发心当中有疑虑啊，譬如救灾啊，我们眼看大陆上这些灾难啊，这一次空前的水灾，许多人想布施，布施又怀疑，我这个布施的钱能不能到达灾民手上，会不会给中间人剥削去，疑虑重重，这不敢布施，想布施又不敢布施了，你怎么会得自在呢？类似这种情形太多太多了。知道这个好事，想做又不敢做啊！修布施的时候想的太多了啊，考虑太多了，你得的果报就不如意啊。那么佛在普通经上讲，财布施得财富，你赚钱赚得不如意，赚得很辛苦啊，那就是你修财布施的时候不如意，你布施的不痛快，布施的很辛苦啊，将来你得的果报啊也很痛苦，也不自在，就这个呢。好，今天时间到了，就讲到此。